相赞，炉香湛若，法界蒙熏，诸佛海会心遥闻，随处结祥云，诚意方殷，诸佛现全身。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药师赞，归命满月界，净妙琉璃尊，法药救人天，因中十二愿，慈悲弘誓广，愿度诸寒生，我今身赞扬，至心头面礼。发愿文，起首三界尊，归命十方佛，我今发宏愿，持此药师经，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琉璃国，亲近大慈父，殷勤闻真谛，学习狮子吼，回返娑婆地，度众脱苦海，弘法利群迷。奉请十二药叉大将，奉请公毗罗大将，奉请伐折罗大将，奉请弥起罗大将，奉请安底罗大将，奉请厄尼罗大将，奉请山底罗大将，奉请因达罗大将，奉请波夷罗大将，奉请摩虎罗大将，奉请真达罗大将，奉请昭度罗大将，奉请毗羯罗大将。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记，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乾隆大藏经玄奘法师原译本。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游化诸国，至广严城，住月阴树下，与大毕除众八千人聚，菩萨摩诃萨三万六千，及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天、龙、药叉、人、非人等，无量大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二时，曼殊师利法王子、成佛威神从座而起，偏袒一肩，右膝着地，向薄伽梵屈躬，合掌白言：“世尊，唯愿演说如是相类诸佛名号及本大愿殊胜功德，令诸闻者业障消除，未遇利乐相法转时诸有情故。”尔时世尊赞曼殊师利童子言：“善哉善哉，曼殊师利，如以大悲劝请我说诸佛名号本愿功德，为拔业障所缠有情，利安乐相法转时诸有情故，汝今谛听，极善思维，当为汝说。”曼殊师利言：“唯然愿说，我等要闻。”佛告曼殊师利：“东方去此过十境伽沙等佛度，有世界名净琉璃，佛号药师琉璃光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薄伽梵。”曼殊师利：“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行菩萨道时，发十二大愿，令诸有情所求皆得。第一大愿，愿我来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
自身光明炽然，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以32大丈夫相，80随好庄严其身，令一切有情如我无意。第二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光明广大，功德巍巍，身善安住，焰网庄严过于日月，幽冥众生悉蒙开晓，随意所去作诸事业。第三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以无量无边智慧方便，令诸有情皆得无尽所受用物，莫令众生有所乏少。第四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行邪道者，悉令安住菩提道中，若行声闻独觉乘者，皆以大乘而安立之。第五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无量无边有情于我法中修行犯横，一切皆令得不缺戒，具三具戒，设有毁犯闻我名已，还得清净，不堕恶趣。第六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其身下列，诸根不具，丑陋、顽愚、盲、聋、阴哑、挛臂、背履、白赖、癫狂，种种病苦，闻我名已，一切皆得端正瑕秽，诸根顽具，无诸疾苦。第七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重病逼切，无救无归，无医无药，无亲无家，贫穷多苦，我之名号一经其耳，重病悉除，身心安乐，家属资具悉皆丰足，乃至证得无上菩提。第八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女人为女百恶之所逼恼，即生厌离，愿舍女身，闻我名已，一切皆得转女成男，具丈夫相，乃至证得无上菩提。第九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令诸有情出魔眷网，卸脱一切外道缠缚，若堕种种恶见仇林，皆当引摄至于正见，见令修习诸菩萨横，速证无上正等菩提。第十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王法所戮，绳缚鞭挞，既必牢狱，或当行路，给予无量灾难凌辱，悲愁艰迫，身心受苦，若闻我名，以我福德威神力故，皆得解脱一切忧苦。第十一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饥渴所恼，为求食故造诸恶业，得闻我名，专念受持，我当先以上妙饮食饱足其身，后以法味毕竟安乐而建立之。第十二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贫无衣服，闻蒙寒热昼夜逼恼，若闻我名，专念受持，如其所好，即得种种上妙衣服，亦得一切宝庄严具，花蛮、涂香、古乐、重祭，随心所玩，皆令满足。曼殊师利，是为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应正等觉行菩萨道时所发12微妙上愿。复次，曼殊师利，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行菩萨道时所发大愿，即彼佛度功德庄严，我若一劫，若一劫余，说不能尽。然彼佛度一向清净，无有女人，亦无恶趣疾苦因生，琉璃为地，金绳戒道，城阙宫阁轩窗罗网
皆七宝成，亦如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等无差别。于其国中有二菩萨摩诃萨，一名日光遍照，二名月光遍照，是彼无量无数菩萨众之上首，悉能持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正法宝藏。是故曼殊师利，诸有信心善男子善女人等，应当愿生彼佛世界。二时，世尊复告曼殊师利童子言：曼殊师利，有诸众生不识善恶，为怀贪吝，不知布施即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其者来，其心不喜，设不获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深生痛惜。复有无量千贪有情，积积资财，于其自身尚不受用，何况能与父母、妻子、奴婢、坐使即来其者。彼诸有情从此命中生恶鬼界或旁生去，游昔人间曾得赞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名故，今在恶趣暂得意念彼如来名，即欲念时从彼触末还生人中，得宿命念为恶趣苦，不要欲乐好行会师赞叹师者，一切所有悉无贪惜，见次尚能以头目手足血肉身份施来求者，况于财物。复次曼殊师利，若诸有情虽于如来受诸学处而破失罗，有虽不破失罗而破鬼则，有于失罗鬼则虽得不坏，然毁正见，有虽不毁正见而弃多闻，于佛所说弃经深意不能解了，有虽多闻而增上慢，由增上慢复辟心故，自是非他贤谤正法为魔绊挡，如是愚人自行邪见，复令无量具之有情堕大险坑，此诸有情应于地狱旁生鬼去流转无穷，若得闻此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便舍恶行修诸善法不堕恶趣，设有不能舍诸恶行修行善法堕恶趣者，以彼如来本愿威力令其现前赞闻名号，从彼命中还生人去，得正见精进善调意乐，便能舍家去于非家，如来法中受持学处无有毁犯，正见多闻解甚深意离增上慢，不谤正法不为魔霸，见次修行诸菩萨横速得圆满。复次曼殊师利，若诸有情千贪嫉妒自赞毁他，当堕三恶趣中，无量千岁受诸巨苦，受巨苦已，从彼命中来生人间做牛马驼驴，横背鞭挞，饥渴逼恼，又常负重随路而行，获得为人生居下贱，做人奴婢，受他驱役，横不自在。若昔人中曾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由此善因今复意念，至心归依，以佛神力众苦解脱，诸根聪利智慧多闻，恒求圣法，常遇善友，永断魔眷，破无明窟，结烦恼河，解脱一切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复次曼殊师利，若诸有情好喜乖离更相斗讼，恼乱自他，以身语意造作增长种种恶业，辗转肠胃不饶意识，互相谋害，告召山林树种等神，杀诸众生，取其血肉祭祀药叉罗刹婆等，书愿人名，作其形象，
以恶咒术而咒诅之，厌魅蛊道，咒起尸鬼，令断彼命，极坏其身。是诸有情，若得闻此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彼诸恶事悉不能害，一切辗转皆起慈心，利益安乐，无损恼意及嫌恨心，个个欢悦，于自所受生于喜足，不相亲灵，互为饶益。复次曼殊师利，若有四众必除，必除尼、乌波所家、乌波斯家，及于净信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受持八分斋戒，或经一年，或复三月，受持学处，以此善根，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所听闻正法而未定者，若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临命终时，有八菩萨乘神通来示其道路，给予彼界种种杂色众宝花中自然化生，或有因此生于天上，虽生天中而本善根亦未穷尽，不复更生诸余恶趣，天上受尽还生人间，或为轮王统摄四周，威德自在，安利无量百千有情于十善道，或生刹帝利、婆罗门、居士大家、多饶财宝、仓库盈溢、形象端严、眷属具足、聪明智慧、勇健威猛如大力士。若是女人得闻世尊药师如来名号，至心受持，于后不复更受女身。二十，曼殊师利童子白佛言：世尊，我当誓于向法转时，以种种方便，令诸净信善男子、善女人等，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乃至睡中亦以佛名觉悟其耳。世尊，若于此经受持读诵，或复为他演说开示，若自书，若教人书，恭敬尊重，以种种花香、涂香、墨香、烧香、花蛮、璎珞、幡盖、祭月而为供养，以五色彩作囊成之，扫洒净处，敷设高座，而用安处。尔时，四大天王与其眷属，给予五量百千天众，皆以其所供养守护。世尊，若此经宝流行之处，有能受持，以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即闻名号，当知是处无复横死，亦复不为诸恶鬼神夺其精气，设以夺者还得如故，身心安乐。佛告曼殊师利：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曼殊师利，若有净信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者，应先造立彼佛形象，敷清净座而安处之，散种种花，烧种种香，以种种床幡庄严其处，七日七夜受持八分斋戒，时清净时早浴香洁，着心净衣，应生无垢浊心，无怒害心，于一切有情起利益安乐、慈悲喜舍平等之心，鼓乐歌赞，又绕佛像，复应念彼如来本愿功德，赞诵此经，思维其意，演说开示，随所要愿，一切皆遂，求长寿得长寿，求富饶得富饶，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若复有人忽得噩梦，见诸恶相或怪鸟来集，或于住处百怪出现，此人若以众妙资具恭敬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者，噩梦恶相诸不吉祥皆悉隐没，不能为患。或有水、火、刀、毒、
玄显、恶象、狮子、虎、狼、熊皮、毒蛇、恶蝎、蜈蚣、油眼、文猛等部，若能至心意念彼佛恭敬供养，一切部位皆得解脱。若他国侵扰、盗贼反乱，意念恭敬彼如来者，亦皆解脱。复次曼殊师利，若有净信善男子、善女人等，乃至进行不事于天，唯当一心归佛、法、僧，受持禁戒，若五戒、十戒、菩萨四百戒，必除250戒，必除你500戒，于所受中或有毁犯，不堕恶趣。若能专念彼佛名号恭敬供养者，必定不受三恶趣生。或有女人临当产时受于疾苦，若能至心称名礼赞恭敬供养彼如来者，众苦皆除，所生之子身份具足，形色端正，见者欢喜，立根聪明，安稳少病，无有非人夺其精气。尔时世尊告阿难言，若称扬彼佛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所有功德，此时诸佛甚深行处，难可解了，汝为信否？阿难白言，大德世尊，我于如来所说契经不生疑惑，所以者何？一切如来身语意业无不清净。世尊，此日月轮可令堕落，妙高山王可使轻动，诸佛所言无有异也。世尊，有诸众生信根不具，闻说诸佛甚深行处，作事思维，云何但念药师琉璃光如来一佛名号，便获而所功德胜利，由此不信，反生诽谤，比于长夜失大利乐，堕诸恶趣，流转无穷。佛告阿难，是诸有情若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至心受持，不生疑惑，堕恶趣者，无有是处。阿难，此时诸佛甚深所行，难可信解，汝今能受，当知皆是如来威力。阿难，一切声闻独觉即为登地诸菩萨等，皆悉不能如实信解，唯除一生所记菩萨。阿难，人身难得，于三宝中信敬尊重亦难可得，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复难于世。阿难，彼药师琉璃光如来无量菩萨横，无量善巧方便，无量广大愿，我若一劫，若一劫余而广说者，皆可速尽，彼佛横愿善巧方便，无有尽也。尔时众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救脱，即从坐起，偏袒一肩，右膝着地，屈躬合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向法转时有诸众生为种种患之所困厄，长病累瘦，不能饮食，喉唇干燥，见诸方案，死相现前，父母亲属朋友之事，提气围绕，然彼自身卧在本处，见眼魔使引其神识置于眼魔法王之前，然诸有情有俱生神，随其所作若罪若福，皆具殊之，尽持授予眼魔法王。尔时彼王推问其人，算计所作，随其罪福而处断之。十彼病人亲属知事，若能为彼皈依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请诸众僧转读此经，燃七层之灯，玄五色续命神幡，或有事处，彼时得还，如在梦中，明了自见。或经七日，
或21日，或35日，或49日，彼时还时，如从梦觉，皆自一知善不善业所得果报，由自正见业果报故，乃至命难亦不造作诸恶之业。是故敬信善男子、善女人等，皆应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随力所能恭敬供养。尔时，阿难问救脱菩萨曰：“善男子，应云何恭敬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续命翻灯复云何造？”救脱菩萨言：“大德，若有病人欲脱病苦，当为其人7日7夜受持8分斋戒，应以饮食及余资具，随力所办供养毕除僧，昼夜60礼拜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读诵此经49遍，燃49灯，造彼如来形象7躯，一向前各置7灯，一灯亮大如车轮，乃至49日光明不绝，造5色彩幡长49遮手，应放杂类众生至49，可得过度危恶之难，不为诸横恶鬼所持。”复似阿难，若刹帝利灌顶王等灾难起时，所谓人众极易难，他国亲逼难，自界叛逆难，星宿变怪难，日月薄时难，非时风雨难，过时不雨难，彼刹帝利灌顶王等，尔时应于一切有情起慈悲心，设诸祭毕，依前所说供养之法，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由此善根及彼如来本愿力故，令其国界极得安稳，风雨顺时，骨架成熟，一切有情无病欢乐，于其国中无有暴恶药叉等神恼有情者，一切恶相皆即隐没，而刹帝利灌顶王等寿命色力无病自在，皆得增益。阿难，若帝后非主、储君、王子、大臣、辅相、中宫才女、百官黎庶，为病所苦，急于恶难，亦应造立5色神幡，燃灯续明，放诸生命，散杂色花，烧众明香，并得除欲，众难解脱。尔时，阿难问救脱菩萨言：“善男子，云何以尽之命而可增益？”救脱菩萨言：“大德，如岂不闻如来说有9横死耶？是故劝造续命翻灯，修诸福德，以修福故，尽其寿命，不经苦患。”阿难问言：“9横云何？”救脱菩萨言：“若诸有情得病虽轻，然无医药及看病者，设复御医，授以非药，实不应死而变横死。又信世间邪魔外道妖孽之师妄说祸福，变生恐动，心不自正，不问密祸，杀种种众生，解奏神明，呼诸魍魉，请起福佑，预计延年终不能得，愚痴迷惑，信邪导见，虽令横死，入于地狱，无有出期，是名出横。二者，横被王法之所诛戮。三者，田猎嬉戏，单饮嗜酒，放逸无度，横为非人，夺其精气。四者，横为火焚。五者，横为水溺。六者，横为种种恶兽所啖。七者，横堕山崖。八者，横为毒药、焰岛、咒诅、起尸鬼等之所中害。九者，饥渴所困，不得饮食而变横死。是为如来略说横死有此9种，
其余富有无量诸横难可据说。复四阿难，彼眼魔王主领世间明极之际，若诸有情不孝忤逆，破辱三宝，坏君臣法，毁于信戒，眼魔法王随罪轻重，考而罚之。是故我今劝诸有情燃灯造幡，放生修福，令度苦厄，不遭重难。二十，众中有十二要叉大将聚在会坐，所谓攻毗罗大将、伐折罗大将、弥起罗大将、安底罗大将、厄尼罗大将、山底罗大将、因达罗大将、波夷罗大将、摩虎罗大将、真达罗大将、昭度罗大将、毗羯罗大将，此十二要叉大将，一个有七千要叉以为眷属，同时举声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蒙佛威力，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不复更有恶趣之步。我等相率皆统一心，乃至进行归佛法僧，是当贺复一切有情为作毅力饶益安乐。随于何等村城国邑空闲林中，若有留步此经，或复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恭敬供养者，我等眷属为护世人，皆使解脱一切苦难。诸有愿求悉令满足，或有极恶求度脱者，亦应读诵此经，以五色缕结我名字，得如愿已，然后解结。二十，世尊赞诸药叉大将言：善哉善哉，大药叉将，汝等念报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恩德者，常应如是利益安乐一切有情。二十，阿难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法门？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阿难：此法门名说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亦名说十二神将饶益有情结愿神咒，亦名拔除一切业障应如是持。十，薄伽梵说是于意，诸菩萨摩诃萨及大声闻、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天龙、药叉、建达富、阿素洛、揭露图、紧那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药师记：药师如来琉璃光，焰网庄严无等伦，无边横愿利有情，各遂所求皆不退。药师琉璃光如来灌顶真言：南无波伽巴帝比沙舍咕噜比琉璃波拉波赫拉迦耶丹他嘎多耶阿拉哈帝三藐三菩陀耶德亚塔嗡比沙什比沙什比沙舍三摩嘎帝梭哈。南无波伽巴帝比沙舍咕噜比琉璃波拉波赫拉迦耶丹他嘎多耶阿拉哈帝三藐三菩陀耶德亚塔嗡比沙什比沙什比沙舍三摩嘎帝梭哈。南无波伽巴帝比沙舍咕噜比琉璃波拉波赫拉迦耶丹他嘎多耶阿拉哈帝三藐三菩陀耶德亚塔嗡比沙什比沙什比沙舍三摩嘎帝梭哈。南无波伽巴帝比沙舍咕噜比琉璃波拉波赫拉迦耶丹他嘎多耶阿拉哈帝三藐三菩陀耶德亚塔嗡比沙什比沙什比沙舍三摩嘎帝梭哈。南无波伽巴帝比沙舍咕噜比琉璃波拉波赫拉迦耶丹他嘎多耶
阿拉哈德三藐三菩陀耶，德亚塔嗡比沙什比沙什比沙什萨玛嘎德梭哈，南无巴嘎巴德比沙什咕噜比琉璃波拉婆诃拉迦耶，丹塔嘎多耶，阿拉哈德三藐三菩陀耶，德亚塔嗡比沙什比沙什比沙什萨玛嘎德梭哈，南无巴嘎巴德比沙什咕噜比琉璃波拉婆诃拉迦耶，丹塔嘎多耶，阿拉哈德三藐三菩陀耶，德亚塔嗡比沙什比沙什比沙什萨玛嘎德梭哈。解结记，解结解结解冤结，解了多生冤和业，洗心涤虑发虔诚，今对佛前求解结，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解结解结解冤结，解了多生冤和业，洗心涤虑发虔诚，今对佛前求解结，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解结解结解冤结，解了多生冤和业，洗心涤虑发虔诚，今对佛前求解结，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赞：药师会上琉璃光芒，八大菩萨降吉祥，七佛护坛场，日月微光灭罪免灾殃。药师大愿功德无边，大千沙界尽包含，宝地不金莲，我佛弘宣福寿广增延。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三皈依：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胜众。回向记：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以此所诵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之功德，回向给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愿以此所诵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之功德，特别回向给娑婆世界一切被贫穷、饥渴、病苦、忧悲、灾难、战乱、坚逼的众生。愿药师琉璃光如来慈悲加持，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极易消除，战火平息。愿药师琉璃光如来慈悲加持，所有众生身无病苦，健康快乐，衣食丰足，彼此关爱，和睦相处，现世安稳，后生善处。愿药师琉璃光如来慈悲加持，人心皆向善，五浊遍净度，法轮得常转，正法恒久住。